都叫它地震鱼哦。哇，这是真的海绵宝宝哎！还可以现场看到标本制作哦。大家都以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只有活体，其实不然哦。在典藏标本室里，有着全台湾数一数二丰富的标本哦。还有如同艺术品的透明鱼标本，清楚透视鱼的软骨与硬骨，诉说着鱼类演化的秘密。只要预约，就可以一览海洋生物的奇观哦。